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们发明出了各种各样的机器，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不少的便利。最让农场主开心的，应该就是修牛角的辅助机器了。视频中我们看到，将牛赶到机器里面，把牛儿的四肢固定好，农场主就开始打磨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。还有流水线杀猪等一些神奇的机器，二师兄根本感觉不到疼痛，就这样离开人世了。最近德国人又发明了专门的螃蟹处理机，工人只需要将螃蟹一只只的固定在甲板上，螃蟹就会被自动去掉外壳，然后再将每一只螃蟹冲洗干净，从中间直接剖开，最后放进筐子里。针对不同的吃法也有不同的工序，但是不论是哪一种，40秒就可以出锅，不得不说真的是太神奇了。不过很多中国吃货看到这里就纷纷调侃道，这样的吃法简直毫无灵魂，吃螃蟹还是得自己剥才够过瘾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请点击左下方关注。